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理顿三分行的 Janice。今天同大家看的单位就是位于大坑道的康兴园，实用面积1658尺，是极少放盘的单位来的。康兴园只有27年楼龄，现时大厦维修紧，全部以大单位为主，实用1348尺入场。今次带大家看的单位以欧绿色装修为主调。配以一个开扬的极观和一个精致的小露台，仲望到小小的海景。第一个房间屋主做了一个书房，整个面积可以容纳到3张书台。厨房做了玻璃门设计，增加空间感。而浴室是明厕。最后带大家睇埋个主人套房，咁今日同大家睇住呢度先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记住打电话俾我啦。